车的窗，太阳在头上，公路的右方，无边的海洋，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。如果你有所期待，今天是2012年8月12号，我又要开始我的亚宜兰路跑。今天要从罗东跑到三星，应该是我暑假里面跑步最长、挑战最大的一次，希望能够一切顺利成功。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，你说我总是荒唐，我承认我是荒唐，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，就像未知远方，等过去做得了乱，让我的心去流浪，我要离开这地方，而我却一错再错，离开你也是错，我只能这样做，也请你原谅我这样做，我们曾经大桥，在路边发现还在动的是佛光，都为已经从广兴大桥下来了，接下来就是一路往三星的方向跑，大概距离还有8公里。几年前曾经挑战过一次，只是跑到桥上之后就停了。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。我的故乡三星，加油加油！我只能这样做，也请你原谅我这样做，我们曾经爱过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而我
快就会进入到三 C 世界，也是快到三 C 的必经之路。一下桥，待会儿跟各位介绍我们家的亲戚陈菊，他们家里所经营的三 C 上将。好，待会带大家去品尝一下。打开车的窗，太阳在头上，公路的右方，无边的海洋。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，如果你有所期待，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。我说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，有些放不下，有些不想忘。我知道你在看什么，但我已没有办法。Hello， 经过了三个半小时的路程，我从罗东跑到三星，现在跑进来的地方是三星的传统市场，我小时候就从这里长大的。那待会带大家看一家三星市场生意最好的鱼丸面店，就是这一家。好，现在我要准备进去享受美食了。2012暑假，宜兰龙潭，罗东到三星，成功。我们曾经爱过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要学着遗忘，学着疗伤，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。你说我总是荒唐，我承认我是荒唐。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我是被你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远方，给过去做个了断，让我的心去流浪。我要离开这地方，打开车的窗，太阳在头上。